守住大乘起信论的方法，不执着言说相，看经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就是名词术语啊，这些第一义谛、真谛、圣谛这些名词，不执着这个，这都是方便法。不执着心愿相，遍遍有心意思出来啊！如果执着一个意思，就不会有第二个意思出来了。那是什么？落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所以经是活的，经是活的，宇宙万法是活的，没有一样是死的。你想想看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32亿8000不同的境界。无是相同的，那个个都是独立，独立有相似，不完全相同，啊，统统是虚妄，过去了，不再回来了，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。因为它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，真的只有自信，自信没有动摇。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。那他遇到缘，能生万法。啊，缘消失了，相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无始无明，习气断干净了。一真法界不见，那我们就知道一真法界从哪来的，从无明习起来的。那我们这里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？从无明来的。无明断了，十法界不见了，一真法界习起啊，无明习气没断，习气要断了，一真法界没有了，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归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啊！常寂光是法身呐，大光明藏啊！啊，净宗称为常寂光，常不生不灭，叫常。啊，即清净无染，没有丝毫染污，就是六祖讲的清净，本自清净，啊，本不动摇，这即的意思，啊，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啊，踏实。设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，以报正报的本体，它是真的，那是称为自性，也称为法性。
它能现，它能生。它不会变，那就它没有生命嘛。啊，会变是把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图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是阿赖耶干的。阿赖耶是妄心，生灭心，生灭心就是我们念头起心动念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。佛经上说的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色跟相都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境随心转。啊，境是境界，十法界十个不同境界。境界哪来？由阿赖耶生出来的。阿赖耶能变，阿赖耶不能生，不能现。啊，他把它变，变直了，变形了。啊，森罗万象全是阿赖耶。全是妄念啊！这个道理真正搞通了，许许多多问题我们都解决了。善念、善境界现前，恶念、灾难现前啊！那我们要消灾免难，怎么做法？端正心念就做到了啊！心要好，不要想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想别人，这就是好的念头啊！想自己错了，为什么？自己身是假的，你照顾他是冤枉啊，念佛养心，养你的真心，养你的自信，好啊，无量无边功德了啊！这虚空法界，十方三世最好的念头排名第一的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佛好啊！啊，所以名号无上啊。为什么不起这个念头？啊，没有一个念头能胜过这个念头，你对他要有信心。你不起念这一，起念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虽然现在没成佛，极乐世界已注册了，你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决定见阿弥陀佛。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。啊，三道极乐世界，就前面所说的，庄严无上，受乐无上，啊，光受无上，样样都无上。你真的无上啊，成就无上啊。